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国际版体验服最近上线了一个新英雄，名字似乎是叫御膳朱颜。那么大家第一眼看到这个英雄，你们觉得他会拥有国服哪个英雄的技能呢？相信很多玩家都猜不到，他的技能是和国服干将类似的。为什么说是类似呢？下面我们到游戏里体验一下就知道。首先是普攻改成了远距离攻击，毕竟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保证安全的距离是非常必要的。第二技能就和干将的二三技能类似，但是国际版是将国服干将的二三四技能融合起来，也就是一二技能释放两次后，就可以有一次国服干将大招后的二三技能效果了，这样就感觉他比国服干将多机会放大招。弄脏了六爻扇，精确的瞄准，哼，躲不开的。那么国际版干将的大招又是什么呢？没想到吧，原来是国服干将的一技能。不过一技能顶飞人的距离有点远，而且后退的距离还很长。那么大家是喜欢国服的干将还是国际版的干将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精确的瞄准，精确的瞄准，哼，不值一提。精准肾，不值一提。Legendary。